Il était une fois, par un soir banal, dans une grande ville, une histoire peu ordinaire. Une fillette s'apprête à perdre la personne la plus chère à ses yeux. Même si cette histoire peut sembler usitée, elle est loin d'être un conte de fées.你留在这里会比跟着我好啊！如果你现在觉得怨恨，觉得难过，记住我一句话：好好长大，将来变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不要像现在这样穷得连什么都留不住。记住，别再来找我了。我的人生没有你会比现在过得更好。Étrangement, la fillette s'arrête, sèche ses pleurs, se retourne et se dirige vers l'orphelinat. Au même instant, en soulevant la tête, elle sourit et prononce des paroles dont la mère ne l'aurait jamais cru capable.房间有比我们家大吗？以后会有冰淇淋可以吃吗？有啊。真的？那你快走吧，吃饭的钟声响了，我肚子饿了，拜拜。La mère part ainsi.Laissant sa fillette seule à jamais. Cette image, seul rayon de lumière, reste un souvenir à la fois unique et précieux dans la mémoire de l'enfant. La mère, étincelante, telle une luciole au creux de la main, s'éloigne de plus en plus. Après ce jour, la fillette apprend à vivre, manger, dormir et grandir seule. Comme une grande, elle ne laisse paraître aucune faille.À l'occasion, la petite regarde par la fenêtre l'endroit où sa mère l'a quitté. Son regard indifférent laisse transparaître une lueur d'espoir, une attente. Un jour,Elle se met à aimer les petites choses étincelantes, un peu semblables aux lucioles le jour du départ de sa mère. Un jour, elle ne croit plus au miracle.
这些礼物是刚刚从商店买来的吧？这礼物是圣诞老公送我的礼物。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不稀罕吗？只要你相信，就真的会出现。后悔吗？你看，金币不见了。反正魔术都假的。你说对了，把金币变不见，这只是魔术而已。可是，呼唤出你的真心，那就是奇迹。这才是你真心想要的。可是你赌输了。你骗人，冬天怎么可能会有火虫？只要你相信，就真的会出现。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否则你将永远都得不到幸福。因为从今以后，只要你不是出自于真心，就永远都无法真心地说出我爱你。Mais les rencontres inattendues ne sont point terminées pour elle. Un voyage vers l'anéantissement de la malédiction en plein cœur d'une ville respirant l'amour.表情做出来，表情怎么做出来啊？谢谢。
OK OK， 哎，暂停暂停暂停。哎，羽毛嘞？哎，找一下女孩。羽毛嘞？哎，预备的呢？拿来，预备羽毛。没有。没有。没有去找啊！哦，我的天哪，我们在巴黎，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耗。动作快一点，太阳快下山了。OK OK， 快点。什么？我们休息十分钟。OK。I am so sorry。你这边干什么？休息十分钟了。J'ai entendu dire une phrase qui dit que le temps s'arrête pour les belles femmes. Aujourd'hui, je m'aperçois que c'est vrai. Délicieux Schumann, aurais-je l'honneur de partager votre soirée ? Si je ne comprends pas, mais quand tu es en train de me faire peur, je suis très désolée, mon temps va vous arrêter. Je suis très désolée, mon temps va vous arrêter.还不够嫌贫爱富吗？难道他们看不出我楚曼挑男的标准？哼，楚曼，楚曼妈妈，妹妹你慢慢地往前走，楚曼宝贝儿，楚曼，我是你老公，我来看你来了，俺是你老公，楚曼，俺想死你了，楚曼。啊、现场没有保全管制的吗？怎么闲到人等都可以进来？要我管制了，王董，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哎呀，真是的，来，您先坐哈。哎呦，您怎么千里迢迢就从山东这飞过来探班了？真是，这是 Paris 呀、啊！啊，小曼这会儿还在气头上。小满生气那是应该的，你有这心理准备那就好了。这样子，您先坐着，我找人泡茶去。啊，哎，那个谁，不用泡茶。现在我喝这，你看看啊，现在呀讲究人都喝这个冬虫夏草王中王，俺喝的就是这个。现在呀大陆上炒作这个冬虫夏草都30多万块钱一公斤了，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做的不多，赚了5亿。我这次到巴黎来就是放下了每分钟几百万元的收入的工作来的，为了小曼，只要是让小曼高兴，我怎么全程。赶上王暖还没空等2个小时。我跟你讲，王暖内地啊，号称炒股、炒地、炒楼，什么都炒的神炒手 ，cash 王，身价年破100亿人民币，百亿人民币。拜托，还不是因为他现在招红，不然哪能这么嚣张啊？新来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包啊，就是当初王董带楚曼姐去小金店偷拍到的，楚曼姐用来挡脸用的耶。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媒体还疯狂报道楚曼包。大小姐，到台湾人家等多久了呢？哎，我要提醒你。王董可是你厮杀搏斗好不容易熬了6个月才钓上来的大鱼，现在我们跑来大力拍年历，他还就这飞过来哄你，你刚刚没听到吗？他说他1年5个亿，5个亿，1、2、3、4、5，5个亿耶，你就放软一点嘛。要是对你不耐烦的话，他要飞回去两个人跟林志玲，我起码打仗我看你怎么办。Molly， 麻烦你帮我拿些点心过来。男人啊，就像鱼一样，像王董这种不挑嘴的淡水鱼啊，就像杂食的土司，营养不良的小虾米也吃，病死猪白老鼠他也吃，只要放在他嘴边，没有吃不下的。但是，只要他吃惯了我的饵，就非我不可了。驯服这种杂食鱼有一个重点，必要的时候饿他一下，因为鱼这是犯贱的。好了，投饵的时间到了。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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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楚曼，楚曼，你别听我。来找我干嘛？找那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觉得林志玲的胸部比较大吗？你误会了。
呀，他的腰明明比你要细呀，他的腿没有你这个腿翘啊，这一点我敢保证，我是最清楚的。公寓的钥匙还给你，跟你在一起这半年，我已经受够了你对我忽冷忽热的。谁忽冷忽热了？我一直对你那是热情不减。你是我遇到最漂亮的女人了，特别是你对我，那简直就是一心一意。那为什么杂志说你投资那个海南岛小姐拍电影？为什么人家会拍到她穿比基尼在你办公室里？不呀，你想想，我做的嘛生意？我做的是冬虫夏草，我用人家当形象代言人，人家一会儿要扮虫，一会儿要扮草，他穿的多了他不利索，所以必须得穿的少一点，穿少了他利索啊！误会了，误会了，出门，出门，小宝贝儿，哎，手里两个你背上，别背上，出门。行吧，你不要生气了啊！那数字周刊说你买迪奥包包给他，还是限量版的。包包当然了，当然包包是买了，那个包包啊买了，我是买了那个迪奥包包了，但是我买那个迪奥包是基尼的。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送了礼物就可以打发？你以为我在乎的是这个？太过分了！知道吗？每次我看到你跟其他女人出现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这是一个包包能解决的问题吗？那么这只呢？这可不是玻璃厂出的，这是安索巴黎最著名的兄弟啊，不，兄妹钻戒基尼买的。出卖呀！适可而止吧，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看着，你也知道我送你这个钻戒是什么意思吧？啊，当着圣母来，我给你戴上来。哎，给我的小心肝儿小宝贝儿戴上，怎么样，喜欢吧？好吧，你知道的，说过我没有家人，从小就被妈妈抛弃在孤儿院，从那以后就一直在幻想有一个人能带给我幸福和安全感。俺就是那个人呀。和你，谢谢你。出卖我的爱爹。我也爱。那你觉得你幸福吗？啊，这个女人那么好好细腻，都在你居然是这样的配方。结束工作再接他。哎呀，真的有钱有闲男人，真是王道。会吗？
其实啊，我倒觉得更年就只能他自己的代价。现在才第一次到半年小萌莎莎，哎，你不要看他虽然之前，他媒体已经封他为楚曼接班人，因为楚曼姐才会看他处处不顺眼。也许再过个几年之后，楚曼姐可能要帮他包情人纸尿裤，或者是在病床上面帮他吸痰。你不会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实在是太苦太辛苦？是吗，莎莎？你会这么想，真的好可爱呀。天真的可爱，像我未婚夫这种男人呢、啊，他的年纪啊是越大越好，就像劳力士的绝版古董表，他的身价跟年纪一样，每过一年呢就涨一倍，我啊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哦，那可能是楚曼姐的标准比较低吧。如果是我要嫁给有钱人的话呢，我当然要找一个又帅又有钱而且年轻的对象啊，就像是威廉诺曼那一种。啊，威廉诺曼，那个刚继承他爸巨额遗产啊，还不到30岁就已经富比士排名前50名的年轻富豪威廉诺曼。听说这个诺曼家族啊，有流传几世纪像篮球场一样大秘密金库、啊。资产无法估计，重点是还是单身呢。我说是公司的天才，只可惜啊，他们家重视安全，行踪十分神秘低调。这继承人呢，到现在还没有在媒体前面曝光过哦。整个巴黎都对他好奇的不得了呢。把你的后半辈子交付给这种财大气粗的人，你真的甘愿？该不会是因为楚曼姐的年纪越来越大，青春不复在了，所以才想要找一个保命族吧？姐姐告诉你啊，女人的身价绝对不是年纪决定的。明天要拍摄的航空公司月历封面照，向来就是亚洲富豪的女伴选单。我们就来看看谁能够登上今年的月历封面。Why not？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讨厌像我这样的人，但我不在乎，因为你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是你自己的选择。就像每个女人都会遇到的难题，爱情还是面包。生命却活不下去。是的，我不需要爱情，我只需要向上爬。碰上了机会就要牢牢抓住。不就买个 U 体龙吗？比那个路易威登那个大一点就多了。没有机会，就自己制造一个。伊登，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还以为是我的朋友，你们的背影好像啊。你也在等人吗？我妈妈生我那年吧，我们家那个大黄狗，它外边叼了个山药蛋子回来，后来呢，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兔兔。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遇到像你这么特别的人。有人说我虚荣、现实、拜金，我会说这叫做向上爬。我林楚曼，28岁，嫁给有钱人，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拥有女人最想要的一切，长得漂亮，被人疼爱，找个有钱体面的男人
到全世界最适合恋爱的巴黎结婚。从小老师就告诉我，做人要努力，长大以后才会出人头地。我也很努力，就在今天，一切的付出迎来了终极胜利。因为我现在就在巴黎。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那是奇迹，而我不相信。所以，宁可在奥迪上哭泣，也不用在 Toyota 上放空；宁可要一颗人造加工的钻石，也不要一句真心诚意的“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礼物。没有 ID 卡证明真伪，没有保护维修服务，无法保值，只是底价。爱情只是气味，终会灰飞烟灭，但钻石却能天长地久。好漂亮啊！Le bracelet lien, which is our absolute bestseller, you know. A lot of famous couples have bought it, you know. Yes. Uh-huh. Extremely romantic piece of jewelry, really, you know. There's actually a legend attached to it. You can only offer it once in a lifetime, and it's only the person who offered it who can actually take it off. 他虽然听不懂他讲的嘛，但是我知道，这是好东西。这就跟俺经营的那个冬虫夏草似的，这好东西。你想，我是那个虫，你是那个草，啊，人家讲了，这里边有爱恋物种，我想那就是爱情的事，咱俩那就是爱情的事，所以我喝出去也就拿出半斤冬虫夏草来吧，咱买上一对，好吧。It's like a symbol of absolute love, everlasting love and infinite. Like you're bound to the person, you know, even after death, it's everlasting. It's love, you know what it's about. Yes! Honey, 你看你已经帮我买了这么多东西了。你也知道啊，我工作的时候带这些东西不方便嘛。要不我们快点结账去吃饭好不好？好，那俺就省钱了。你又给俺省钱了，这是。Honey 啊，我真的好感动，你特地飞来巴黎来陪我。今天晚上我在威斯汀订了房间，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我们终于要结婚了。喂，谁呀？妈。不是不让你来电话吗？我在巴黎度假呢。两个亿，那是毛毛雨了。小鸡窝鸡他们做了回扣了，以后不过二十个亿，不要来电话。不要了，两个亿算嘛呀？不是说不要给我来电话吗？我在巴黎呢。是的，我现在就在这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个即将跟我结婚的男人，只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癞蛤蟆。但那又如何？有钱、单身、年轻帅气，又不是神经病，像不会有这种十全十美的。泡个脚啊，是真舒服啊。好，
出卖啊，你听我说，来巴黎以后要去个地方，去哪儿啊？之前呢，我一直想找机会来巴黎，就是想去。明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跟我去见几个同乡，我们几个准备在巴黎啊收购几个工厂啊。明天记着穿漂亮一点啊。今天在珠宝店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笑了吗？嗯。这很重要吗？我困了，我想睡觉了。我去洗澡。洗澡好啊，洗澡快点啊，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点歌吗？我在这里，你们选吗？我要听那首《舞女》。夏冷的当两个做不爱的爱。Louis, je vais fermer. Bon.Fais attention à cette fille, on dirait vraiment une pute. 你说什么？不要走！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们哪里好哪里去啊？我不知道你会那么多国语言。只是针对平常会听到的一些常用语。常用语。Louis Vuitton, Yves Saint Laurent, Gucci, Bulgari, Louis V.你在时尚业工作，我是 model， 怎么还不开始啦？我还要听《酒后的心声》这首歌，你听过吧？伤心的时候，越听这些歌，只会越伤心。
说要给我一个世纪婚礼，你猜在哪里？夏威夷。他还请了 Very Wong 帮我定做婚纱。那你觉得你幸福吗？当然幸福了。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啊。我该走了。你明天还会在这吗？工作，拉琴。不会，这不是我的正业，我还是个学生，巴黎音乐学院，明天还要上课，所以。我向来不欠别人的，这个就代替酒钱。William est sorti.
小马，你干什么去啊？我去工作啊。我小马，我今天替你上片场，我看着你拍照的好吧？现场等人很累的。楚妈啊，你不是老说我没时间陪你吗？哎呦，好不容易来一趟法国，我怕你很多地方没有去到，多可惜呀！你呀，还是乖乖的按照我安排的路线，自己一个人去观光好不好？票都买好了。嗯，那还有路线，这里还画了路线图了，我看看。哦，小麦啊，嗯，你看你安排这个路线有点问题啊。你看，你这箭头先让我爬这个巴黎大铁塔，然后呢，去南部尼斯晒日光浴，然后再到这个歌剧院，听歌剧，再到这个醉卧泥根地，这叫啊，就是一个葡萄庄园，这来来去去，这路上就得好几个钟头。哎呦，你落伍了啦，这是在地的玩法。你想想看，当你去完巴黎铁塔之后一定很累，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在火车上休息一下。你到了尼斯，正好是太阳最温暖的时候，可以做个日光浴啊。接下来呢，就可以去歌剧院，里面又黑又表演看。最后啊，去喝一杯最高档的红酒。perfect。上歌剧院听歌剧，对呀、我最爱听那个《我的太阳》，你就是我的太阳，你好啊，好，快点呐，那快点换衣服，我不怕了，换衣服了。